华为 Nova 3 2400万海报几十台。在这儿，总感觉自己的节奏也可以慢下来。这午后的阳光很灿烂，但是一点也不晒，就暖暖的洒下来。我可以在树荫底下发发呆，在街头看看来往的路人，这是很久没有体会过的自由的感觉。吃完饭就要开始工作了，对，这次来这儿主要还是工作。我印象最深的是在那一辆很旧的电车里面，我走来走去，坐着看看窗外，特别想在那个椅子上面一直躺着，什么都不做，就躺着就行。对，可以的。然后其实你不用在窗边这么近，然后对，就这样的感觉就，哎，对，就这样的感觉就好，可以的。然后往前看来一张，对，特别好。眺望下远方。中午蹲在路边晒着太阳吃章鱼烧，难得能忙里偷闲感受一下生活。下一个目的地是一条很安静有很多植物的小巷，可以在里面看到很多行色匆匆的路人，想象着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故事。这一刻我与他们擦肩而过，不知道会不会有新的故事。至于属于我的故事，以后再慢慢讲给你们听。成的吧？柿子。这个是专业的。不是。对这里的印象，这儿的建筑很古老，树很高大，年代很久远，还有清新的鸟鸣声一直环绕在耳边，时不时吹来一阵凉爽的风，感觉就是像是回到了小时候的暑假。这一趟旅行是我很喜欢的慢节奏的生活，我可以选择放空一下，走一走，逛一逛，反正就挺开心的。